今天我知道，母亲节的由来。母亲节快到了，我画了一张卡片要送给妈妈，还做了一朵康乃馨，我最爱妈妈了。小星星姐姐，为什么会有母亲节呢？小朋友好，我是小星星姐姐。母亲节是感谢母亲照顾儿女和家人的节日。母亲节的由来有三种传说。希腊认为是庆祝众神之母莉亚女神的节日。不过，大家最熟知的母亲节由来，应该是由美国安娜贾维斯女士所推动成立的。安娜的母亲生前常宣扬母亲的伟大功劳，希望能有一个表扬母亲的节日。安娜的母亲去世后，安娜为了完成她的心愿，开始向政府申请成立母亲节。在她的努力下，美国订立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。安娜母亲最爱的康乃馨也成为了节日的象征。虽然有许多国家的母亲节也在这一天，但也有不少的国家另外自定了母亲节的日期。例如法国和瑞典的母亲节是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母亲节是在十二月八日。不是每个国家的母亲节都在同一天哟。小朋友，今天你知道了母亲节的由来，快把学会的新知识分享出去哦。明天再来听听小星星哥哥姐姐要回答小朋友什么问题哦。本节目由亲子天下制作。